三个专业培育盲男的大师，去遭受重炮追逼。第一重考验就是集中火力，重锤出击。第一员工讲究，只供你们训练灵活的手指，活学活用。基层训练方面包括，所有的运动啊，压定定要靠右力。准备就绪，下一步就是实习。我哋每人谂一个点，最难追嘅女人出嚟，俾对方追。你追汪明荃，你追张美芝，你追慕容明淼淼。这是理论推理论，运气好了，有理有据。遇上，我系一个追求柏拉图式恋爱的女人，可能就要使出独门暗器五步半。你其实找到经验作品，追女最女五十六个榜。